今天就这一坛子酒，俺俩分了它，谁都不许多喝。 你咋回来了？不是在北平吗？调回来了，要回哈尔滨住房。你过得咋样？别说这些了，我看见秀儿，我跟她说好了，不再见你。为啥？不为啥。除非你跟秀能好好过日子，像夫妻那样好好过日子。 俺做不到，做不到你也得做。姐这辈子就这样，不人不鬼。可你不能因为姐在害了秀，你们男人活在天地间不容易，我们女人更不容易。今天，咱俩必须做个了断。咋了断？ 大掌柜的，你已经是天上的人了，总能主持个公道了。你在天之灵，今天给我跟传武做个了断。你知道，以往我跟传武好过，可为了传武的媳妇，也为了传武，你今天必须主持个公道。大掌柜的，你看见那几片树叶了吗？ 你要是答应传我不和秀豪过日子，我就永生永世不再见他；你就冲我点个头。你要是不答应，就来个纹丝不动。看见了吧？这也算数。 别说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大掌柜的，你就保佑这个女人平平安安的吧。姐，不用你管。来，爹。 寿比南山，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万事昌隆。干了，干了，干了啊！来，坐坐坐坐。哎，老爷子，给你倒上。少景啊，哎，倒上啊。老爷子，向您请教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这是，这。电灯啊，少景，你是喝多了咋的了？电是从哪儿来的呢？